这是大亚洲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合作项目，这是在中国之外广泛传播中国信息的平台，这里有最重要、最有趣和最吸引人的中国新闻，这里有最高层的政治声明与对话，新的经济发展成就和技术进步，社会趋势、流行时尚，当然还有最燃的资讯以及中国的象征大熊猫，让我们一起收看中国全景。